爸一声呢，他打你也是为你好，你是不是特别恨他？不恨，要不是刚才因为有一个人说了给我打，我爸也不至于打我。木瓜，哎呦我的妈！不挂，被伤好极了。用我们美国话叫歪轮子的。吃人！狗咬狗，咬一嘴毛。命运已做出了他的选择。